赶快送出下一份礼物，请连线。你好。哎，您好。这里是喜到福到好运到的直播现场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赵。赵先生，现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份礼物，一号和五号，二选一。五号吧。五号，看看是哪位春晚演员给您准备的礼物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哇、哦，张靓颖，靓颖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？通过短片看一下。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团圆的日子。过一会儿的春晚的开场，我将会和李玟、沙宝亮还有林志炫共同为大家带上一首《想你的365天》，希望在团圆的饭桌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。在这里，靓颖特别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，祝大家马年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靓颖，这天人美。谢谢你的 CD， 来。